我过张大电先。因为好多飞虎啊，我呢两日打唔知黑制定系真系呢个时段咧特别多用飞虎，好多人用飞虎。通常飞虎系雪眼啊，佢巨人同我换，因为有机会带毒噶，所以都要小心啲。同埋如果打女巫就基本上输咗，佢带架车，佢攞架电车防守，咁就啊女巫系好难打，上个正常个女巫真系好难打，因为佢系咁我出兵咧。我啲比較上單體出輸出多少少啊，然後呢度可能我要交翻個箭雨，然後我再旋風想拉拉個重甲，因為其實佢個狂暴啊撞不大啫，全部埋晒主堡嗰度，我諗剩翻20秒插翼都難飛啊，係咁後排先，因為十幾秒佢做唔出啲咩花樣啊，佢換路啊，點樣電車啊，各樣咧都應該機會不大。好，入到加倍就见分高下啦。佢就我觉得佢换路唔系太好。好，呢副牌就同上一副差唔多，同埋专登换咗旋风，我知唔系太合理，但系为咗配合翻依家咧。太辛苦啊！我唔换咗旋风，你睇下呢啲歌呢啲桶类咧，我要直接开主播先至打得好少少。今日佢系直接落石人噶啦，咁就睇下佢跟啲咩啊？带歌军嘅会唔会系石人三枪？所以都要好一好啊！同埋佢而家都仲未加咧，我好大机会绝对系三枪偶像套嘅。哇！顶佢！系，应该系偶像套噶啦，咁就都仲有机会唔系，但系呢个牌型就真系好似有呢个好多蚊啦，然后又有歌军啦，然后有攻城锤，应该系呢个5.0或者5.1或者乜都好，应该系偶像套啦，咁就应该爆一座，同埋佢可能系啦，佢应该系套成三枪嚟嘅，如果冇估错啊，如果佢都系正路俾埋落去，哎呀！因为佢有个三枪咧，我唔系咁好打，我呢度直接退一波啊！因为其实我自己都有玩呢队，不过我唔系带蝙蝠，我带3蚊，即系9蚊啦。佢就我跟住中间分枪啫，咁呢度成三枪就100% 系噶啦，因为佢啲卡系真系好似，咁啊有啲咩枪就即刻电落去，我都唔敢加嘢住先，好佢唔加，可能佢我惊佢会，即系我都系惊佢落枪。shit 放得唔系咁好，都好过冇，好过冇，好过冇。佢呢一波有少少辛苦，然后扁埋，我都要 hold 住个大电，系啦，绝对系一对成三枪嚟嘅。Oh no，电咗个人塔，shit，有少少辛苦。我跟住中间顶死人，冇错，就系呢个情况。我想都系 lock 咗我自己咩先，守唔住啊！守唔住，守唔住，守唔住。唔系有啲机，有啲机。我啱啱嗰波有啲失误，有啲失误。啱啱嗰波，喺边度会笃得死佢？佢保住枪，佢应该冇晒地面啊！我估。我同佢要快啲换啊，因为我同佢咁样打落去咧，我一定系唔够佢嚟嘅，所以呢度就呢度6蚊清一清先，但系我好似清得麻麻地，喺呢度一定系要搏一铺啊呢度，但系快啊，可能真系未必够佢快，但系都系要搏一铺，我都系撞咗埋先，跟住再拉拉，因为有机会系可以快过佢嘅，因为我已经达晒阵啦，虽然佢只枪好痛，但系达咗阵先。5144差两场，有啲险啊！
啱啱講鋪同埋我都係發覺四人三槍都冇咁強勢，可能天狗直接橋頭頂都唔出奇。我都可能佢係一個礦工嚟都唔出奇。哇！始終呢個一定唔可以買呢個太痛啊！呢個旋風拉拉佢啲蝙蝠先。我可能交多咗少少，可能交多咗少少。唔緊要，唔緊要。嗱，因為佢滿咧炮車好痛啊，所以專心啲啊，因為我都想試下衝唔衝到少少背，因為都好辛苦。琴日打咗一鋪連。佢應該係個箭雨杯嚟嘅，所以我就唔交箭雨。係啊，佢呢度係啦，佢應該好大機會有6蚊。嚇，佢放棄點啊佢？如果放棄我又 OK 嘅，佢咁樣跟翻個皮卡。我呢度重甲先，因為都唔係咁好守嘅，其實我守皮卡，因為佢咁平推埋嚟咧。我要咁样顶，因为真系冇得解，我成对嘢我冇嘢可以解到只皮卡。我睇开唔开，我呢度可以开主保，呢度开得过，开得过，开得过。然后系啦，冇错，啱啱好顶得住。又好有只重甲咧，拍一拍佢嗰个皮卡。如果唔系咧，就真系有啲辛苦。好呢个我要交，我要交。佢6蚊都冇计啊！呢度俾佢剥剥几下，呢度俾佢剥几下。呢个 BB 龙吸一吸啲伤，好赚咗啲费，唔系冇平费，可能都会比较多少少费，但我就唔敢乱咁出噶啦，而家。佢后点正路嘅后点。系啦，咁相信40秒佢矿工磨就机会不大，个人认为。一个箭雨落去先，快少少啦，剩翻20多秒，我想呢度直接收割咗佢啲嘢先。因为都唔想有任何嘅闪失，炮车一定要怼冧咗佢先。太烦啦！哇，有冇 lock 到啊？好彩冇 lock 到，好 OK。好，差少少，都辛苦其实打落去，其实都唔系话特别顺风嘅，即系把到啲一两波失误，啱啱好彩系对面嗰个王子佢放咗，可能匿机啊，或者俾老母闹啊咁样。中一伏，我有阵时就系咁样，嗰啲高手咧，唔系话有啲经验嘅人咧，佢系会比较中意第一波桶，佢系会掉侧边防翻个旋风。我呢度想打波。因为我呢度我赚咗2费，虽然2费话拣打波唔系咁好，但系佢呢个唔系咁好啊！佢公主放同路，可能佢就玩公主嘅嗰方面经验啊麻麻地，同埋应该有6蚊啊！佢应该系依家嗰套矿工桶，跟住好似骑士桶嘅东西，系啦，我正想搞个地狱塔，依家天梯都多人用啊，呢度直接电落去得噶啦。因为佢 level 唔系好高咧，可以直接爆，同埋佢都唔敢乱咁放啲嗰啲系啦，有6蚊嘅，佢都应该冇。哇，救到只 B 龙，好呢、這个就唔交喺度。好啦，嗱，开个主播嘅矿工咧，守2分钟我就不大问题，同埋最紧要就系佢嗰个比较低 level 少少。系啊，佢个地狱塔比较低呢啲咧。我大电加石人一锤就爆到咧，就差好远啦。所以我集中防守都 OK， 因为防守力都系有嘅，防守力。我有旋风啦，有箭雨啦，仲有surf roll 嘅群伤，同埋开咗个主保，所以问题不大。我集中喺睇下我保唔会唔会即系留到个箭雨。后点
系啦，呢度我唔交戰語啦，呢度，因為佢都係 out shuffle 咁都係，點解我突然間變咗做咁樣？好撈夾雜咗啲英文，我好想試下偷唔偷到佢一波。咁但係呢度我有啲鬆鬆地呢度，係都係集中翻防守先啊，唔係咁穩嘅啫。睇下咁樣可以俾少少壓力佢。呢個戰語要交喺度，真係痛啊！我就公主唔想你，等啲蝙蝠 M 咩？哇唔得，抽太多，抽太多，加加。然後 B B 龍加旋風又要清六蚊，係啊，佢點解過唔切係嘛？前點拉曬，係啦，佢好中意掉前點佢個桶，不過我都係搏一鋪咧，佢嗰個木桶。好，5200上翻先。而家就睇下冲唔冲到再高少少杯，因为都好辛苦，唔系咁易爬。因为我今朝唔系琴晚咧，都打好耐，睇到啲 record， 系咁打杯，系咁打杯，系咁打杯，满晒好。咁样呢季我就5311就想试下冲，因为我最高杯系5312，咁就啱啱好佢唔俾我最高杯，就系呢季，咁我就想再冲击一下，睇下会唔会上到去之类咁样。想试下，如果做5500，睇下会唔会有机会挨到埋佢啊？但系如果系5500嘅话，可能会有个几犀利嘅跌杯期出嚟。嗱，hot cycle。咁呢一套就唔係咁好打，老實講，我要墊落去先，因為其實最主要我都係想過張風出嚟，係啦，我有個風去準備佢隻豬嘅，所以就唔使太擔心，呢度一嘢拉埋嚟先，係啦，冇任何 fail。哇，佢呢個係偽2.6喎，佢呢套，冇頂翻開。食咗兩刀啊，白一刀都痛啊，細皮卡，跟住佢一碎骨冰晶咁樣，好冰人。佢都要仲要解喎、啊、佢，加速，好一碎骨。佢有隻細皮卡，有啲辛苦，同埋隻槍我都有啲驚。好似如果佢而家佢中間嗰個位係啦，呢個位放槍咧。我又是要守佢一波，所以其实不是那么好打火枪。我这队就好怕火枪，好怕火枪。哇，这度不行，好怕火枪和女巫啊，细皮卡都好怕，这些是全部好黑的四人。不过其实老实说，四人不是那么好排啫，这些分段。因为太多那些。我唔知點解太多嗰啲亂嚟嗰啲女巫啊巨人嗰啲，又唔係話亂嚟嗰啲，太多嗰啲嘢啊，好難排個分段。同埋佢有睇下佢有冇加紅炮啊？我過翻個 BB 龍出嚟先。佢一碎骨拉扯之類嗰啲啊，佢應該火球係啦。有啲难入啊！呢个旋风拉晒，咪拉 B B 龙喷唔喷到先？呢个战要交佢冇六蚊嗰啲嘅，呢度搏一搏先。好，有啦，咁我就好打啲啊！佢呢度仲要交咗少少费，我相信。呢度王子交佢先，俾一下佢，俾一下佢。我呢度大电电落去先，会唔会搏到啲冰人嗰啲咧？有机啊！佢仲要交一碎骨嘅。shit， 失誤，佢呢波豬痛啊！佢呢波豬，佢跟唔跟豬？好，佢防守。嗱，大電用咗佢過得好快。佢雖然唔係加龍炮，好打少少，但係嗰細皮卡都唔係特別舒服。同埋一啲又要放開少少開始，會唔會呢度可以放卡到少少嘢？因為都驚佢嗰啲密集嘢放埋一堆，呢个大电电落去先，电到啲咩就睇运仔啦。电到啲重要人物嘅都，佢呢只猪就可以唔使理，都得。
大家交好啲。然后呢一波我可以试下中指啊，佢应该冇乜嘢挡嘅啫。我估净系攞个爆炸伤害都够啊，佢冇旋风啊嗰啲嘢。爆炸伤害有嘅，然后我准备斩杀啦，好防守。哦，好彩好彩好彩，因为佢个偏锋系弹到嗰个咩啊，所以我箭雨斩杀唔到，箭雨126，我大电407，系咪？125同407记错咗。